欢迎使用 AX on Cloud 体验服务。而家只需要向我哋提供基本资料，我哋就会为你建立一个独立嘅试用账户。登入咗系统嘅试用连结之后，就可以立即体验啦。以下为大家示范嘅系费用报销平台系统。首先系呢个版面，你可以输入我哋提供嘅 username 同埋密码登入系统。在费用报销平台系统里面设有很多不同其他的 function。 在左面的输入版面，我们看到有费用报销单，需要报销费用的话就可以选择这个功能。打开这个版面，可以填上需要报销的费用，这个费用编号是由系统自动排列出来，不需要个别输入。之后就是关键叙述，关键叙述是指今次要报销的费用大概会包括了什么呢？例如今次我想报销宴客的费用。填妥之后就可以到下面填写更详尽的资料，例如下面可以填写宴客来宾30人等。在这里还可以填写更加详尽的资料，例如現金是多少呢？看到這個 button 就可以按出 list 的版面出來選擇。這個是一個貨幣的月表，你們可以設定很多不同的貨幣去給用戶選擇。例如今次選擇港幣，就會自動列出相關的結算港幣的金額是多少呢？當然如果由信用卡去支付，可以填上信用卡的资料，还可以填上备注。填完第一行之后，可以选择第二行、第三行等等，填上更加详尽的资料。选择了之后，在事由填上相关的资讯就可以了。如果有其他详尽的资料，就可以再到下面。下面就需要填上报销今次是以什么方法去支付金额给报销者呢？例如以现金支付，就需要填上以现金支付的相关资料，支付的同事的名称和需要 CAM 的金额数量。如果是2000元，但公司 policy 只可以 CAM 到1000元，就可以填上1000元。这张报销单大概就完成了。当然还有其他详尽资料可以填，我们的系统是可以支援分摊，即是 Parcel Payment 的。分摊是指将费用分给不同的部门做报销，例如一个宴客的活动，同时由员工 A 和员工 B 一起支付费用，就可以在这里填上两个同事的名称，而系统就会自动将不同的费用分摊给员工，员工就可以收到那笔报销的费用了。我们之后介绍的是批核功能，当同事在系统完成费用报销的输入之后，我们就会见到旁边会显示出有一粒星的 logo，click 咗入去之后，呢张报销单就会自动咁上达俾 supervisor， 而嗰名 supervisor 就可以批核呢张报销单啦。离开咗报销单费用之后，我哋可以睇下其他唔同嘅报表。报表选项可以见到有费用报销单嘅报表、员工出差嘅报表等等。例如在系统里面填上报销单的申请编号，之后再按检视，就可以直接看到相关的报销单了。同时除了可以列印出这张报销单出来之外，还可以转化成 PDF、 email 等等 format 给相关的同事，并且需要取得他的签名，就会成为一张正式生效的报销单了。
你们还可以试用很多不同的功能，例如是员工出差表，有很多不同的设置，可以设置到系统不同的部门、员工，刚才提及过的信用卡报销的种类，甚至是一些费用不同的币值等等。并且设有 inquiry 的 function， 可以搜寻报销单的记录，例如可以填上刚才报销单的编号，再按 refresh 就可以找回那张报销单了。其实除了用报销单编号来找回记录之外，我们还可以用其他不同的 criteria 去搜寻的。 approval 的程序是在资料处理这里，在这里会见到费用报销批核，开启了费用报销批核，填上报销单的编号，再按 refresh 就可以找回这张需要报销的单，并且进行批核。系统还有其他的 function 和功能，各位可以随便试用。以下为大家示范的是使用费用报销平台系统，登入系统试用连结，立即体验啦！拜拜。